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做一点田螺辣酱啊。这我负责洗生姜啊，今天做的比较少啊，还有两夫妻负责洗田螺吧，不打扰他们两口子。高压水枪冲洗一下。老哥打他，他敢打你？你不要走呀！洗洗搓搓啊！今天田螺断货了啊，跟不上节奏，所以一下做的话又忙不来，时间就一天只有这个8个小时，是吧？谁不想吃新鲜的？对，一般我们做的都是这个不会存货啊。不会存多少，因为隔这个一个礼拜做一点，隔一个礼拜做一点。再一个说，我们这个都没有什么添加东西在里面，我们现做现发的，无任何添加剂，要精心的挑选，不能吃到一丝丝的那个。知道了，那个是吧？你们都也会骂的。老公动不动想吃小石头，啊，老公。你问下粉丝有没有谁吃到你？啊，你都不想吃我。现在去市场上收这个田螺啊，都很少了。乡村大妈，水太冰了，好冷，不愿意下去捡了、啊。估计像我们这样买下去，这个田螺都快要涨价。啊，太冷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巫婆来了。巫婆来了，来洗田螺的水，打一下，造反巫婆你啊！多喝点田螺的洗澡水，你们俩给我演，给我们两个演戏，我们俩都在洗吧。又打扰你了。快熊了，老板啊，快熊了，快熊啊，就看一下我这个面目，先免费的看一下。嗯，你个相貌讲，相貌我相貌还好吧？嗯，你那个鼻子上的啊，鼻子上的嘛，鼻子生的好啊。那就看相的时候，看相怎么看呢？这个是看你看风水。哦，看风水，看风水。我生姜洗完了，劈点柴，不然晚上没柴烧了。这个柴比较大，上次跟庞爷山里运回来的。刚才碰到一个看相的，他说我的鼻子生得好吧，牛鼻子老道，鼻孔大，呼吸能力比较强。牛鼻气哇，鼻子生得好，牛鼻气，牛鼻气吗？呀，这才好看的。晚上开始做了。差一点又炸锅了，出锅了。今天做的少啊，就做一锅辣酱，收早工，在他家蹭个饭就回家。嗯，我们的霉豆腐可以吃了。